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ugo， 今日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嚟自爱沙尼亚嘅一隻军粮，叫做 Tactical Food Pack。Tactical Food Pack 总共有17种口味，种类分别有早餐、汤同埋正餐嘅。稍后落嚟咧，我哋就会介绍一下佢嘅品牌故事啦、制作过程同埋食用嘅方法嘅。冷冻干燥是最佳的保鲜方法。生活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美洲土著早在两个世纪前发现，如果他们将冷冻食品放在比较高的山区，由于气压会比较低，那水气就会开始蒸发，食物都会因为这样而升华了。来到比较近代，这个方法在50年前的越战已经被美国特种部队用来储存食物了。符合欧洲食品安全的所有要求，每一款口味都是完美的，所有营养成分都是平衡，味道就好像真正的自制食品一样。我们不用不必要的添加剂来人为地增加食物的热量，即使是最极端的条件下，都可以为每个人提供到必要的能量。我们的食物研发团队都明白家的味道是有多重要，所以我们会优先考虑产品的口感和质感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注重食物的外观，好看的食物会令到人们食欲大增。在真空漫长的过程当中，食物的水分会被抽干，食物入面可以 keep 到大约 99.7% 的所有维生素和营养素，但是又不会没了它的味道和外观。就算再将水倒入我们的 food pack 入面，都会还原回好像一般热食那么好吃，不会因为这个技术而影响到本身的质感和味道。凭着这项特殊技术，我们的 Tactical Food Pack 有8年的最佳使用期，生产环境干燥率为 99.9%， 基本上是处于无菌的状态。在这个条件之下，所有菜肴都经过预先烹煮，并且 100% 冷冻干燥，所以他们都可以在不加水的情况下当零食地吃。用冻水冲都可以的，但就要多些时间了。不过我们都是建议你用热水冲，这样才可以有更好的品尝体验。